把抱在新房间走路。你看他自己的房间，对，就是你的房间。以后早上我们在这边玩。妈妈不是人。这窗打开了就关了。啊？嗯，窗打开了，门就窗打开了。对上面烫疼是吧？一个头发因为秋下酒喝的。大了以后怎么了？这边一个床，这边放一个床，这边一个写字台，乌斯嘎达，对，放了一个薄的写字台，这边就是一个床，就 OK 了嘛，这是他的衣柜。每次看这么多没有见过呢，来，哪里点开来呢？这边。爸爸，这怎么弄？刚刚我觉得行的嘛，为什么现在不行啊？他教你的怎么弄？他可以那里过来，我就看到他动这个嘛，那得得去那里。那我看看你去了。就看了，我那个睡的。再熄灭掉。